Hi, hello, 歡迎收睇唔熟唔食，我係 Alpha， 今集嘅新嘉賓 Rosa。Hello, 我係 Rosa。喂 ，Alpha， 我今日有啲 friend send 咗個 sukiyaki set 俾我哋試喎。sukiyaki 有啲咩咁特別嘅咧？呢個唔同，呢個高級版，仲要可以喺屋企食嘅。高級啊？高級啱我喎 ，OK 喎。其實呢個是肉屋 Nikuya send 給我們的 Sukiyaki set 來的，裡面有兩種的日本牛，一種叫薩摩，一種叫宮崎。這個我知道，這兩隻牛其實都是來自鹿兒島的嘛。是啊是啊，薩摩是好像說是鹿兒島裡面是屬於是一個非常之高級的牛種來的嘛。哦，OK 喎，掂喎，不如我們看看裡面有什麼這麼特別啦。好啊好啊好啊，快點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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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又盒又保溫袋？咁我咁樣先可以 keep 到嗰個凍嘅温度啊！哦，呢個係米啊！等等先，有啲冰 pack 啦。呢個係蔬菜，佢淨係菜呢個都好似好多好多料主角。哇，好重啊呢個！呢個係，哦，我知啦，應該係個牛啦。有兩盒啊！好重呢個。好，我哋睇下先。開咗呢個先啦。哇，好靚喎！真係好靚啊呢個，好有質感喎，佢成木嚟嘅喎。很有出街吃的感覺啊！它有兩款嘛，就係呢個。係啊係啊，呢個薩摩牛，呢個宮崎牛。哦，呢個日本雞蛋，跟住又係有兩粒米。我哋先嚟個少少嘅簡介啦，呢個係 sukiyaki set 之後嘅一個bundle嚟嘅。嗱，呢個盒咧入邊有齊所有整和牛蛋當嘅材料，我哋賣個關子先，轉頭再講。喂，其實咧就唔使咁大手筆嘅。對你係咪好好先？好好啊，因為咧你睇下呢度咧，誒 zoom 過嚟先，即係咧望落去咧好高級啦，同埋咧佢呢個盒咧都有個 Nikuya 個 logo 喺呢度，非常之靚。不過我哋特㗎，佢唔係普通貼紙。嚟。它油花很漂亮，它和兩個呢獨立包裝，卷到像蛋卷一樣。其實呢我們這個 set 除了是有我們兩款的牛之外呢，都有一個野菜的盒的。那我們有什麼在這裡？哇，很多啊，看到有豆腐，豆腐絲，有這個竹輪獅子狗竹輪、有菇啊菜啊那些咯，日本的葱 啊這個蛋日本蛋來的，聽聞咧係無菌的生食用蛋嚟嘅。哦。咁其實咧，點解會有呢樣嘢咧？其實咧就係想我哋食牛肉嘅時候啦，就燒完之後咧就浸落去蛋嘅裡面，就令到佢降温之餘咧，有呢個更加滑嘅口感。啊，係啊，係啊，好多 friend 都中意飲蛋。係啦，同埋可以留意翻咧，其實呢個 set 咧，除咗係我哋基本有陣時 sort of 叫做打邊爐嘅材料之外咧，呢度咧有一個叫做牛脂啊，咁即係牛嘅脂肪啦。哦。咁這個牛脂呢其實就是用來開鍋用的，目的就是要用它的牛的脂肪的油去煮起我們之後的食物。嗯，我們這個有個油羊，其實油羊索汁是非常好吃的，通常我淋了才放進去，正啊。然後這個豆腐呢其實你看到它好像黑黑地一點，這個真的是燒過火炙過的，就令到它的質地那個會比較香口一點，還有它會挺身多一點，然後沒那麼容易煮爛。壽喜燒有分關西和關東方的，我喜歡沒那麼多汁那個落糖啊，很 dry 啊，哦，那個會焦糖粉很好吃喎，係啦，啊，識嘢喎，好犀利喎，係啦，你講呢一個咧叫做關西風，啊，咁有陣時咧有關東風啦，咁關東風咧就偏向多少少叫多啲汁水啦，咁其實好似打邊爐咁咯，又未至於喎，嗰啲就真係變咗打邊爐咯，啊，真唔係話一盤汁俾你嘅。其實關西風就是用牛脂起鍋，然後燒香牛，然後加呢個壽喜燒汁，然後就飲蛋食啦。咁關東風就是變相係炒香咗啲菜碼啦，然後就再俾汁俾水咧，先至去煮我哋嘅食物，變相咧就會係嗰個菜嘅甜度咧會多翻少少嘅，但係換翻嚟嘅牛咧就相對就冇咁香。好視乎你中意邊個風格啦，因為我哋有時煮牛咧，例如係啲即係A4、A5呢啲咩高脂肪嘅牛咧，你唔用温度去令到佢叫做 render 啊分解佢咧，佢嗰個味道唔夠香啦，肉味都未必夠。事不宜遲啦，今日係咪關西風先？關西風啦，好嘛？好。嗯。咁我哋開始之前咧就抌個牛油落去。係。跟住就開火。咁我哋呢個牛油咧，其實咧放喺裏面咧，佢會即係開始會分解開始嘅，你唔使望嘅，你其實你一路一路打蛋，識唔識佢 ？O K 嘅。好橙喎。係啊，係喎，個色好靚喎，但我好似有個殼啊。
想講假如大家喺屋企冇呢個受氣燒個鍋咧，係可以加翻呢個價錢咧，去用呢個優惠價咧，就獲得到呢個咁有受氣燒風格嘅鍋啦。咁其實都係百零蚊嘅事啊。食受氣燒咧都要少少主題先至有儀式感噶嘛。哇！但係佢個顏色真係係好 sharp 喎，好似好正喎。有時我哋出邊買啲譬如超市嗰啲日本蛋咧，佢係黃。呢、這個係橙，有陣油香味。我想講咧，其實我哋今日除咗係兩個人之外咧，我哋仲有兩個人嘅，因為我呢個係四人餐，所以就有兩個人食煎。係啊，爆翻香啲姜葱咧，先再煮就好似好啲。哇，兩個都好正喎，點揀？不如食咗你嗰個先啦，你呢個係宮崎啊嘛。係呢個係宮崎牛。其實你知唔知點解要獨立包裝啊？是不是衛生一點、一來二來就是因為呢其實這些牛它的脂肪的熔點比一般的牛是比較低，即是26至28度它的脂肪就會開始分解。如果是譬如你想想譬如它的牛都黏在一起的時候，它在熔的時候，我們一夾牛的時候它就會黏住拎，它就會爛。所以這個是它們獨立包裝的原意，就是想第一是要它那個美觀之餘呢，是要令到它不要黏到它爛掉、哦、即是你煮開東西就會明白，當你一融化黏埋、你怎麼拿它來散，其實你不斷辣的東西它的脂肪是分解的、所以就會很容易會做到這個是入口即溶的效果了、適合牛就是要這樣、這個真的是西單位，因為其實你望過紋理、已經知道是手望腳亂。哇，它很大塊很重啊。哇哇，大了一點啊，同埋呢個真係佢哋自家製㗎。係啊，佢哋自己整㗎嘛。其實我頭先見個包裝，見到佢就係自家製啦。做咩整咗三粒鐘？好香喎、啊！好香，好香。我而家教你整牛排，係咪教你整牛？我即刻流曬口水。我都好想食。食得啦！好似好正。我都想。不如你快啲食啊！喂，你食完之後咧，我可以開餐喎。没有，口味都硬了。咁啱啱我朋友拎呢塊咧，係我估應該係肉眼嚟。咁我都望下先啦，因為都等唔到啦。哇，好大塊喎！呢個好似仲大塊啲添喎。大過塊面啊！哇，遮住曬。黐線！哇，可以敷 mask 喎，大哥。可以啊，應該係好非常之滋潤啦，係。真係有出邊街食嗰個感覺咯。好靚咯個牛。係真係入。唔係，最衰我電話係用緊啲乜啦，我會拍 story 啊，聽講。不過我 friend 已經拍緊啦，其實。攞汁先。佢牛尾好出啊。係啊，西冷牛尾會出啲㗎。哇！哇！試食時間，試食時間。好，我試下先，試下先。哇！好味到講唔到嘢啊，都係，同我一樣。係，好清。真係好香啊！好香係咪佢牛味咧？你唔好話佢好濃，但係佢好滑。啊！係啊，我覺得如果再煎熟啲，再燶啲咧，應該更加香。係好滑，有泡出肉。O、okay, K， 你應該要試下，我想頭試下呢個係咩？呢個，但係我覺得呢個應該呢個會重味啲咯。呢、這個就好好，即係一石乜都有曬，乜都有得食。唔係佢又有啲菜咧，你唔使話即係自己去街市買咁樣。因為如果你街市買，你又買個份量，你又會嘥。set 嘢你帶嚟啦，咁、其實啲菜係點整嘅咧？啲菜就係一樣攞翻佢哋自家製嗰個 sauce 啦，然後就直接鋪落去，跟住冚蓋。等佢熟就得噶啦，佢就會索曬嗰啲汁噶啦。OK OK。係啊，簡單啦。我落手啦，唔理啊。但啲人成日講獅子狗嘛，其實獅子狗係一隻狗嚟嘅。咁啊，呢個時候我轉頭整埋個飯俾你食啦。因為其實咧、我唔記得講，其實呢一個 set 咧就有啲好得意嘅嘢。得唔得啊你？呢盒嘢咧入邊係有啲咁嘅嘢嘅。咁呢盒嘢咧入邊就係有啲，除咗係有個飯啊、蛋同埋汁之外咧、都有呢個牛嘅粒嘅。咁、其實咧佢目的咧就係想大家食呢個 sukiyaki set 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和牛蛋當係做最後嘅一個食物。其實我想講咧即係咁啱啦。我頻道早嗰排咧都出過一條類似嘅片嘅。其實個做法係。即係都好相似，咁、所以今次咧我就唔拍點樣整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嗰條片點樣整啦。我食埋啲菜，我先整飯。日本係啊，類似皇帝。皇帝係啊，係啊。你中意我中意淋啲，咪擺耐啲咯。我中意爽啲喎。哇！好味啊！
索曬啲湯啦、啊！佢有牛味咧，亦都有嗰啲壽喜燒，即係嗰啲甜嗰個味道。嗯，同埋我哋頭先嗰啲油咧係冇倒過噶，直接攞翻即係我哋頭先煮牛嗰啲汁嚟整啦。所以哇，索曬、嗯，精華精華。誒、呢啲就鬼正。頭先咪講嗰個黃牛蛋飯啊嘛，呢、這個就係啦。哇！我哋整得好靚喎，觀眾睇下，真係好靚喎。名不虛傳啦！同埋佢個蛋夠色咧，所以出嚟嘅效果好靚。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啲葱咧，佢切好曬出嚟，好、香啊！其實我葱咧冇攞去煮過，即係兜完擺上去就淋個葱花落去，咁、就完成啦、非常之容易。正！哇！我要試食啊！試下啦！我可唔可以就咁試一粒和牛先啊？我梗係連埋個蛋食啦！喂，好香喎、啊！我想問咧，其實我本身係唔食葱嘅。真係㗎？但係咧。我連埋一齊食，你唔可以俾加葱汁噶，因為我唔中意加葱。但係佢呢個葱咧，好香啊！個葱係啊，呢個葱係我接受到喎，真係好香，嗰個蛋好香，個飯都煲得好好，好滑喎、啊。唔係，咁呢個都係你嘅手勢好咧。我個蛋好食啊！哇，勁！係咪啊？我今次咧係用翻佢嗰個牛嗰個脂肪起鍋，哦，所以真係有改香。佢都唔怪得點解咁神奇嘅。其實將頭先成件 sukiyaki 嗰件事咧，就變身變咗做個湯飯架嘅。嗯。但真係非常之容易整、雖然呢個四人餐，其實我認為咧六個人都食到。係啊，我都覺啊。因為太多嘢食。咁就我哋 sukiyaki 啦，和牛湯飯啦，咁其實咧係可以喺呢個 Nikoya 嗰個網站咧係用呢個套裝去買到嘅。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假如大家用呢個唔送唔食嘅優惠碼咧，會有少少折扣優惠。咁詳細嘅資料就要留意翻 IG 啦。是我的 IG 啊、okay. 嗯、但當然都要 follow 不用123啊 follow 你的 IG 啦，喜歡看 Rosa 姐姐就要 follow 她的 IG 啦，多謝收看今集的不熟不食，喜歡的 CLS 不說了，先這樣吧，拜拜。